大家好，我是静。今天我们用燕麦和全麦粉来做香蕉麻粉，不含加工的糖，都是优质碳水，健康还好吃。首先来处理香蕉，两个熟透的大香蕉，去皮压成泥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每次买一串香蕉，到最后总是剩一两根非常熟透的，没有人爱吃。但是利用这些熟透的香蕉来做美食，全家都抢着吃。在压好的香蕉泥里加入一个鸡蛋，再加入两汤勺植物油，植物油选轻质无味的最好。我今天用的是这种轻质的橄榄油，然后加入两汤勺蜂蜜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如果配方里有油和蜂蜜，先用勺子倒油，然后再倒蜂蜜，这样蜂蜜就会很轻松地倒下来，不会沾得满勺子都是。倒完后，勺子基本上是干净的。把这些材料充分地搅拌混合在一起。另外准备一个碗，加入半杯全麦面粉，大约75克，三分之二杯的快熟燕麦片，65克，半小勺泡打粉，半小勺苏打粉，一点点盐，四分之一小勺肉桂粉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。把所有的这些干净材料混合均匀，加入到之前已经拌好的香蕉混合液中，搅拌混合在一起。不需要过度的搅拌，到没有干粉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搅拌好后加入30克核桃仁，35克葡萄干，葡萄干最好提前用水泡发一下，泡软胀大比较好吃，然后和面糊搅拌在一起。准备好一个六连的麻粉盘，放好六个纸杯，为了方便脱模也可以喷一些油在上面，然后把面糊平均装入六个纸杯中，装到八九分满就可以。在麻粉的表面也可以再加一些碎的核桃仁，我用了大约15克，然后把核桃仁稍微的向下压一压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190度烤18到20分钟，具体的时间可以根据你的烤箱情况来做适当的调整。如果不确定是否烤熟，可以用牙签来测定一下，把牙签插入中心位置，拔出来如果是干净的，就说明烤熟了。出炉的麻粉可以先在麻粉盘里待10分钟，然后移至架子上自然降温。这款麻粉高纤维高蛋白，材料很健康，但是口感鲜软，有核桃仁的香酥和葡萄干的香甜相互交错，非常好吃。关键是饱腹感很强，减肥减脂的朋友也可以吃啊。材料清单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做起来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就点击订阅，关注我吧。我们下次再见。